拿到这一款手机摄影机两用的无线收音麦克风之后呢，它的使用方法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首先打开盒子，大家看到当你抽出的是这一台的时候呢，它是所谓的发射器，也就是讲话的人要佩戴在身上的。你可以从这里找到它的配件，大家看，这是它的麦克风，所以你就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。但大家要记得哈，这里呢打开之后是放电池的，另外一个接收器也同样需要先放电池。放完电池之后，你就可以按这个按钮进行开机。另外的这一台就是所谓的接收器，这个接收器是可以插在手机或者是摄影机上面的。那么插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哦，必须要用不同的线。如果你是要插在手机上面的时候，这一条红色的是插在机器上面的，另外一头呢就插在你的手机上面。当然如果你使用的是 iPhone， 它已经没有这样子的 3.5mm 的接头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先准备一个 iPhone 自己的转接头，再插上这个 3.5mm 的接头。而如果你使用的是摄影机或者相机来进行拍摄的话，你必须要使用的是这个接头，这个接头的一头直接插在这个上面，另外一头插在你的相机或者摄影机上面，这样就可以使用了。